完整的一个洗手，这件事情还是非常重要的。洗完手之后，其实手部的一个要把就是手部要擦拭干净，要干，这个事情也很重要。用烘手机以及用擦手指，他们的一个擦拭性，他们的一个差异性在哪边？国外其实有一些研究也有提到说，可能这个烘手机它的一个就是灭菌的一个效果，就是可能没有像擦手指来的更高啦。那么评估完的一个结果的话，就是使用那个擦手指之后呢，它的一个手上的一个菌落数大概只有剩下103RLU， 就是吸光值这样。那这个大概有符合标准，目前的标准就是500。以内都算是符合标准的。那如果使用烘手机的这一组的话，它平均的数值是525 RLU 哈、哦，那大概就是比较高于那个就是在文献里面建议的这个吸光值的一个标准。